会呢？不要误会，因为大家都根本就不知道我现在这一天是什么样子。OK， 好，不为人知，这是讲的就是所谓热血的背后，真的好像热血一个词。对。OK， 书面上来讲的话，我是这些东西。那今年是中山大学企管系升大二的学生，那从大概从国中升高一开始，我就开始接触像燕妮刚刚讲 NGO 事情，还有社运的事情，所以就搞出了这么一大串很奇妙的东西。然后这样看下来，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想法？不过依照我教授和我的雇主以前的雇主讲的话，我看起来会像是这样子：一个非常纯洁、天真可爱的大学生，一个非常单纯的大学生，每天都乖乖守法念书，然后偶尔做些出轨的事情，喜出轨非出轨，然后或是这样子。那这是某几个同学说，这不是知道，就是会有一个很潮的法条，像你这样，然后会有一个非常爽朗的笑容，人家说我爽朗，笑容也像变态，然后爽朗温暖的笑容，然后感觉非常有自信，不知道大象有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常会穿正式衣服，我现在穿比较随便，经常在时尚学在管理学院会穿比较正式一点，然后会有看什么，会有一个确令人令人感到确定确实的握手，就刚确实，然后就是整个好像就是对什么精什么有违心理之类那种感觉。好，这真的不是我的。可是在这些之前，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社企有这个网站，这是大家全华唯一一个关于社会企业的网站的平台。然后在这之前，所有一切我只想把我自己定义成一个想要成为社会企业家的大学生。我想要成为社会企业家很多原因呢，除了说我从以前开始。从高中开始接触 NGO， 然后开始觉得 NGO 不对解决社会问题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之外，我认为我一方面身为一个商学院的学生，我从经济角度来看，我认为社会企业是一个很大的商机，然后所以在这所有一切之前，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想要成为社会企业家的大学生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想。听到吧？我目前为止，我想的应该都是正面的形象啊。问一下，从目前为止，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青年？有为的青年。好，正确。张讲。然后我讲实话，我真的是一个 gay 白的青年。好，这都是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好，这都是正确答案，因为我接下来讲。But 人生最叉腰的就是这个 But 我根本绝对不是这个样子，除了社会现象的那块以外，我事实上我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大家看到就 Why so serious？ 大家会有什么感觉？不要打出来了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对，就是有那么严重吧。我事实上看起来，其实真正的我，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疯子。对，我知道自己讲自己疯子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。通常疯子不会讲自己是疯子。But 理性，身为一个管理学院的好学生，理性的分析来说，其实我内心行为其实就是像一个疯子。但刚刚我两分钟分享的时候，大概有提到说我的。并说让我没办法能够热血，那这个病疯是让我就会看起来像个疯子，就是比
比如说我会常常像这样子，很用力的把手指头插进我，要挖掘心脏，心像在大这边，这不是故意的，这是因为我发病的时候会有一种像是电流感，被电到的感觉，从我的脊椎这边开始，慢慢像牛虫爬过去一样，会这样爬，大家爬到脊椎中间这个地方的时候，然后再往回弹，然后爬到大心脏这边，这种感觉会一直有这种感觉。这个医学叫 sensory tip， 对，叫神经，人家说就是神经抽筋，对，那这个会让我这样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即使我知道，这个有点像强迫症，这不是强迫症。那这也让我的童年变得非常，童年和目前为止19年的人生变得非常的波水。那在大家都是，这是我们像这种管理学很奇怪，在每个大学大一大学生90%都会去跑个自己系上面一队，跟同学享受非常温暖的同学爱啊，这些美好的事情。But 我想要当一个社会企业家，加上我的这些病，我必须要忍受说，必须要牺牲这些，这是一定要的那个。宇轩可能也会了解这种事情，对。那所以第一个同学要很受，你要大声挖掘同学爱。第二个呢，大学四学分其中之一爱情。当我尤其是我身处在男女比例2:1，女生是2的管理学院的时候，每天都，然后我们班上还有8对半对，然后每天都要进行一场这种放闪的感觉。对，然后你还是咬牙坚持住这些病，然后这样子边抽筋，然后边努力去找人家谈事情，然后努力想当朝社会企业的障碍性。然后第三个就是说，每个大部分啊都会花很多钱，会用 fashion 来享受生活，就会可以穿的 fashion， 这样子会让自己觉得会有很尊严或是崇拜之类的。But 想要创业，想要当社会企业家，然后加上我还要付那些该死的那些的药的治疗费，而且那些药也没有什么用，然后所以就我也没有什么钱买 fashion 的衣服、fashion 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想要当个社会企业家，这个社会其实并不是很接受这种事情。然后当你在大学的时候，常常做一些。企业想要你在大学的时候做的事情，你都没有做的时候，你想要创业的风险，就是你必须承担说，毕业的时候就要说我失业的，像这样子，我失业的，对，只要必须承担我失业的，我现在超级担心我之后要找什么工作。那所以其实是呢，在申请大学的时候被台北大学经济系和法律系刷掉学生。然后在香港大学第一轮面试的时候就被刷掉学生，然后国中的时候自杀过一次被救回来，然后高中念书念要送医院送2次，因为这些病人的麻烦学生。那同时因为我高中时候就在做 NGO， 然后老师觉得我不务正业，然后甚至老师抹黑我说我募款是在洗钱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在做社会运动，常会跑去跟警察冲撞，在高中的时候，那所以同学就说啊，是神经病。对，那然后我参加大学比赛啊，从网球新增杯网球比赛到所有比赛，我从来没有到所有创业比赛，从来连入围都没有入围。简单说，在所谓光鲜亮丽，然后看起来好像很热血，有一点迪拜青年的外表之下，其实呢。这些病患和那个痛都要变成一个疯子，but 我还是一个很正常的想要享受一些大学生啊，谢谢。